Hey, hello， 先生小姐，欢迎你翻到嚟 Lucas Scope， 依家系 Multiplayer U4 嘅时间。好啦，我哋依家多两丁友啦，新朋友，有个旧朋友嚟，其实 Unholy 成日见到佢啊。另外有新朋友啊 ，Gordon 啦。好，咁我哋依家有 Bavaria 啦、Sweden 啦、England 啦、Norway 啊，同埋 Castile。咁啊 ，Castile 听讲佢依家系好多diplomatic relationship 嘅，佢系咁啊，要佢自己搞搞佢。Anyway， 好啦，Bavaria 亦都 declare war， 咁我哋冇理由开始，好开播，叮咚。咁你可以可能隨便，請隨便。我哋依家咧，呢場仗咧就最後排。O K， 唔係啊，一個月先可以同你做翻好朋友咯。但係 unavxd 咩事啊？咩事 ？O K， 咦？莫斯科，莫斯科好臭串喎，佢嗰边 blockade 我。吓真啊！头先，诶，佢，咦，佢 rifle 我喎，依家系头先啊。佢上集已经 rifle 你啊？啊，点算咧咁样？佢 rifle 咗你好耐啊 ！New idea， 哎呀，减 revoke 非常好。叮咚。哇，你啲势力都几强。Technology 咧 ，level 四 ，diplomatic。啊，暂时唔需要住啦。佢成日貿易港都俾佢搶咗咯，俾莫斯科。我想要嗰貿易港冇埋。係、哎，係、哎、啊 ，reclaim Holland， solidify people influence 嘅 coin crown Gotland， 加 precision， 加 precision， 加十 precision。OK， 咁啊，搞搞下先啊 ，people influence 先啦。喂 ，people influence。点咧？睇下我嗰、那个，你睇下上边阿戈尔摩先生嗰、那个。兵，佢派个叛军，跟住唔敢行咯，好冇？哦，系啊，佢加啦，佢小兵咁多，正常嘅，俾我都唔敢行啦。跟住仲要俾我夹住咯，劲好笑。咪等你 siege 完先再行佢咯。我会 siege 埋下面块地，我先打佢。吓、啊，另外你要系咯，你要问莫斯科攞 military access 先行到佢，佢剩低有两格地。系、啊。咁你加油啦！但系佢肯唔肯开俾我咧？你肯喎、哦，对我系友好，但系佢已经好似 mix 咗做 rifle。冇，你咁细，佢点会拣你做 rifle？ 你得个廿几 base sex 啊嘛，佢百几。我咯，佢有警告我。系警告唔紧要啦，佢依家冇打你，冇啲问题啊。应该开到军事通行，希望啊！落去几度啊？头先偏偏我想揿加咧，加 trade efficiency， 加 trade range。OK， good。我啲兵喺北非咧行喐。啊！做咩事啊？行喐喺边度啊？你兵，你要有船先过到河噶。唔系啊，我喺摩洛哥啊，已经。啊！冇扯黑旗咩？佢冇扯黑旗啊！行喐咁得意，唔到佢咁得意。我即系上次我遇到个笔咯。可能系可能遇到笔。上次玩系有十几队幽灵部队嘅呢个英国，系死咗，系只 game 入边已经死咗，但系佢系唔知诶冇 register 出嚟。然之后就，嗰十几队应该又系死咗，但你唔好怀疑。可能系，唔知啊，应该唔会嘅，但系喺度，但系打西班牙冇理由，应该，西班牙冇理由输嘅，呢个先算啦。好啦，踩落嚟啊，趁机会小平佢先。唉，点算咧？我而家上面咁多叛军，唉，走啊你，九队三队咧就两个，唉。点咧？我首先要令到我本土安全先啦。好，过埋先。约四。14号、19号，几？一咧？廿一号。我好废咯！啲兵点解俾我咁扣啊？哦，系啊，咁佢小兵啊嘛，依家。唔关事噶，但系佢军事好差啊！唔知啊，可能佢 level 五喎，佢 military tag 咗。level 六啊你 level 六啊，差好远嘅，差一个 level。哦，唔好意思，我升咗，我记得我临尾升。开头嗰十个 level 差好远嘅，每个 level。系嘅咩？你系咪 level 六？我仆街，我 level 六啊依家。喂，咁你唔惊莫斯科啊？我就唔惊佢。莫斯科都系啫嘛，喂，打佢。哇 ，level 六，我仲系 level 四啫。梗系啦，你个咁劲嘅皇帝，咁劲嘅国王，阿 Henry 先生。我见到佢000，我瞬间绝望，即刻转。000边度？啊，英國啊嘛，開頭永遠都係零零零。仲有呢、這個，係
仲有个 Castillo 都系唔知死咗。系啊 ，Castillo 嗰个系啊，你又仲喺度啊？零零零，你个继承人都系零零零啊？唔系，我哋上个位我哋都系，哎呀，头先下一个好多啦，五四二。我个仔五四二咯 ，OK 嘅。嗱，千祈唔好送你个仔去死，死咗冇命嘅真系。都系都话成日理想死。哦，有两个 good。冇喐住呢对嘢，翻嚟先。英国你点啊？而家冇啊？而家点啊？你想 call 我入嚟啊？系啊，你冇战争啦咩？帮紧瑞典打紧咯，封紧佢港口。系咯。系啊，你派啲兵过嚟帮我剿平个本军得唔得？好快啊！佢要求嗰个皇帝，实在我接受唔到啊！我最多派到六至七队咯，其他我要压住啲本军。唔够咁算啦。佢九咯，全部半分都有，佢仲系十人咯咩？啊唔系，嗰度系瑞典嘅。呢个有冇开 random new map 嘅？冇啊，冇得开，因为啲 random new Wilson 太核突啦，我系唔会开。我都承认啊，我都唔中意。啊 ？Oh， GG， 我唔记得咗，唉。我冰到啲船唔记得入港咯，跟住出面死咗。沉晒，恭喜恭喜恭喜！死一半咯，冇。哇，嘿，我啲叛军打紧你叛军喎。啊？系啊。喂，高兴啊！恭喜你，恭喜！但系你如果俾嗰个叛军打冧咗你，仆街！嗰佢会转咗宗教个位置，会转咗一个拜猪仔教嘅。唔系啊，你已经转咗啦。我喺嗰度转咗咯。唔系啊，我嗰格转咗啫。咁我冇计。跟咗讲嘢。我冇计，我唔想啊！我打紧仗，我打紧仗佢先嚟叛变，真系冇计啊！系，我又系嘅，唔知点解。哇死啦！分分钟变猪仔教真系。哦，诶佢又走，走啦！佢走咯，咦佢嚟打我队叛军，我应该系叛军撞叛军，我非常之开心嘅依家系。喂，我超 happy 喎！佢帮我清咗一队叛军，最难清嗰一队，剩翻一队喺度，佢帮我清咗两队，唔觉系。十嗰队俾佢清咗，九嗰队又俾佢清咗。O K， 诶，叛军撞叛军系又系一个 Silas 对一个农民，啲咁嘅猪仔教徒对咗农民。你做咩？教又赢咗啦！你做咩食我啲猪啊？你食我啲猪都劈死你！啊！佢啲农民就冇啊，还翻啲猪俾你咯，走啊，冇啊！啊！啲农民似乎差唔多收皮啦，应该系咯，都冇毛泽东领导。好，再见啊，农民。哦。Okay. 我哋要多谢呢个猪仔教。头先啦，依家咧，咦 ，Mitra Access，OK，、啊 okay, 容许。啊，我台弹应该系同你系同一场仗，应该 OK 嘅。OK， 搞掂埋啦。What？ 唔紧要啦，我定先。What？ 佢上面帮我哋清叛军啊。咦，冧咗对 at 扑街死嗰对添。喂，唔紧要。海上面登陆，我系会死噶。喂喂喂，唔好喺海。哦，好彩我哋喺隔篱嗰边。诶 ，Discipline 加五 good。我以为你直接撞上去吓亲。哇！嗰队唔得喎，九对九喎，唔得，难打啲喎。系啊，我明嘅，但我唔想真系住皇帝啊，住皇帝我死得。诶，迟啲叫瑞典帮下手好过。我仲有排，我条 turn order 仲有排打。慢慢嚟啦，我都唔信佢咁快会打完，我啲城咁快，虽然又打爆咗一个。O K， 又打爆咗一个啦。喂，做乜嘢啊？O K， 噔噔噔噔噔咧齐晒，齐晒 ，O K 喎。哎呀，其实我想快啲食，但我仲系扫唔到咯。你喂，哇，太好啦，哇，太好啦，太伟大啦，咁多地，太伟大啦，斩件。哇，点解要打其他的 order 咧？好惨。冇嘢啊，咁佢顺便打埋啫，其实都系。但系你食咗啲地做 order。我食唔到佢啲地，佢啲地好大，佢要百几 percent moss 过先攞晒啲地。叫汤力，你上面可以做芙蓉啊？Swedish Fresher 要879% 先得，因为一次就食唔到佢。我可能攞佢系夹半夹咯，其他唔计先算。佢 send 和平协约俾我。系啊，咁咪和平咯。边个啊？啊呢个叫咩啊 ？Novgorod 啦 ，OK。唔系啊，唔系啊。Novgorod 唔系？唔系啊，骑士啊。哦，骑士啊，咁咪和平佢咯，冇所谓啊。唔需要打佢，依家佢都得翻六队。好，但系就唔想。冇所谓嘅，你中意啦。唔系，我已经和平咗啦。哦，是但啦，冇所谓。哇弊！喂喂，你快啲帮
我要拉定系你要拉啊？做咩？我想同你做军事同盟都做唔到嘅，做咩事啊？吓，你同边个？同你啊？同我？我你唔系同我同盟紧嘅咩？唔系啊，头先你哦系啊系啊系啊，我唔紧要啊，你咪作为好啊，依家诶唔紧要，迟啲先咯。opinion 低嘛，你要 improve 我个 opinion 啊。哎呀，你先翻啲地先真系。喂，你班人唔过嚟喂。不黐线对冠军好劲。系啊，唔够抽，阴公。四十九死火咁样食佢的话，因为 Lufrenian 会哇大镬咁好。Lufrenian 会收我皮噶。哇，打个城都打咁耐嘅。佢子都快过你啦，系啊，瞬间俾佢收。不如你帮我清咗佢啊，好衰，有难度。系啊，系人都觉得有难度。唔系个个都做得到呢啲，呢啲咁难嘅嘢。诶，波兰又食咗佢个芙蓉。等先啦，Swedish vessel 八二，哇系。你觉唔觉得咧？啲电脑食芙蓉嘅速度系超快咯。哦，依家改咗，新 version 又改咗。但系你睇法国，系啊，食晒啦，差唔多正常嘅，七几年差唔多食晒啊，正常都。我玩嗰时七几年系食唔晒。哦，我系 independent 喎。边个啊？哦，几乎。哦，喂，系，系喎，系咯。哇！幾乎佢人少 call 嚟喎，有冇人喺嗰邊附用到佢？冇附用到邊個啊？波蘭下邊藍色嗰點解會喺度爆出嚟？唔係幾乎爆出嚟？佢冇人理咯，就係佢啲 call 一定要隔空有四個。係啊，點解會咁嘅？依家個係咩國家嚟啊？基辅咯，即系一个现在乌克兰首都。好多 call 人名喺边度啊？有啊，你揿落去就知啊，揿落去揿个 diplomatic memo 就知嘅。唔系，喺边个地方？波兰下边，波兰同一个 Moldavia 下边中间，佢呢度成日会爆啲，成日都 unrest go 咧，跟住爆啲 rebel 出嚟。喂，其实呢个可以食咗做芙蓉啊？打到佢先得嘅，对嘅。掂都掂唔到佢，掂都掂唔到，有波兰同埋 Hungary。咁远佢唔会 depot s 扫到。我哋应该冇人入攻。系冇。我想特登走去打佢，我等减三。你走咗入去先得嘅，你。问波兰借军事通行有几难？你可以试下嘅，都 OK 嘅。阿罗地亚出翻嚟。系唔系啩？系喎，发生咩事啊？喺边啊？阿罗地亚。嗯。喺边啊？阿罗地亚。阿罗地亚，巴尔干嗰边。Oh no！ 绿色嘅奥地利下。吓，乜唔系威尼斯啊？咩？奥地利下面青色嗰、那个，哇！班农民 enforce demand， 顶你个肺！呢个就唔会嘅。呢个系半边爆出嚟噶，前一排见到佢半边啦，系咪啊？好似系，好似系。东罗马应该 G G 啦。点解咧？收皮啦。得翻一大地。Local Tommy 喎，係廿一零啊 ，Auto Stack 啫嘛，有兩架。我自己玩咧，東羅馬得翻一塊地咧，佢永世都唔滅嘅喎，我打到一七幾佢都唔滅。因為佢係神教咯，你得一個。呢個 event 真係搞笑啊！唔可以高過零，但係佢個加一下五，黐線啫。一百咧改到咧。有同盟的话就永远都不会 100% 啊，只要有人跟他同盟呢，成世都不会打到 100% 就吃不到他那块的。是啊，非常搞笑。你知不知道刚才哥先生就跟我说什么和约啊？什么？ North 他说大家和平散去，跟着然后叫你一打地都攞不到。哦，那你打多几打？你 war score 应该没那么高，未够，是啊。35%。35% 他都不制，那不知道你继续啦，继续你。你咪 unseat 翻啲地先啦。喂，其实我可以趁机会打好俄罗斯关系，叫佢归还一两个土地。哦，你要打就趁依家啦，你攞埋呢两格之后，佢就负数啦，佢会 warn 你嗰两块地。
都冇用嘅。你依家点打好都冇用，你打好咗之后咧，一攞咗两块地，佢即刻变负二百噶。吓系噶。系啊，今日佢又好似又冇咗 mission 啦。啊得，冇问题。佢冇咗 mission 就冇嘢。吓佢冇 mission。系佢有个 mission 系会要修复呢个俄斯全境嘅。咁有嗰个 mission 的话咧，你总之由俄斯嘅土地咧就会系。就系佢 one 嚟 province 有负二百咯。我咁我而家同佢打好关系，将来应该都有好处。做乜企喺度食啊？出信一次，一到啊，啲人想走。你赞唔赞同？冇所谓啊，你中意啦，你中意啦。我控制唔到嘅。唔系喎，但我惊打好关系，跟住佢叫我打你，我点算？你可以 refuse 嘅。你可以拒絕佢要求嘅，唔係話叫你做你做噶嘛。但係佢會搣噶嘛，咁樣就會搣咗啦。冇所謂啦。就好似我同你咁樣。電腦都傻嘅，我搞曬啲業務咩的關係咧，仲係唔 over 先。係啊，佢唔知邊度嚟。Mutual access 啊嘛。即係啊嗱，有兩個。跟住你有兩個喎，哎 ，Person Union 咧兩個，哇，好勁喎 ，Person Union。邊個？其實立陶宛守得住佢啲地咧，俄羅斯就幫唔到 Russia。係啊。嚇係㗎，守得住成塊。佢一塊地都唔失就守得住，就幫。咁我哋咪即係間接要同，但俄羅斯一定遲早叫我去打佢啦，即係如果同。即係如果我哋幫波蘭守住，等到波蘭食咗立陶宛咧，之後等佢自己頂到俄羅斯咧，佢又擋到唔幫唔到 Russia。係啊 ，OK 啊。先啊 ，region change to copic 唔系啩？因为扣五十度地方嘅 point。Free sinking leads away from God， 仆街 ，copic 好少见喎、啊、呢个 region。爆咗佢，关你嘅城墙爆咗佢啦。睇先啊，呢度两个啊咩料啊？转咗咪嗰张 offer 又喺度，要你啊？冇嘢啊，冇嘢啊。佢傻的吗？我先唔会应承你啊。咦，我哋兵喺度。咧就兩隊啲咩鬼嘢啊 ？Finish nationalist， 哦，佢又用埋啲唔用腦嘅理由同我和平，但係明明佢已經輸得好離譜。芬蘭嘅叛軍喎、哦，係 啊，我就係諗住依家唔夠兵打佢頂嘅肺，唉。喺邊度啊？你芬蘭？下邊。佢哋你唔識打仗嘅咩 ？Not enough manpower， 整唔到兵嘅頂。再等下先啦，唔緊要。條盾，撇收咗佢算啦，不如。哇，冇乜钱啊！瞬间蒸发喎、啊，啲钱系。哇，咩料？哇，边度？哦，冧咗，黐线！我以为自己冧地添。我上面嗰一笪系佢首都咯，好冇？嗯，打唔赢。系咁算啦，而家撇手佢攞啲钱走水好过。趁有得攞咯。苏佛 peace。真系还啲土地咧。喂，我咁多地有 claim 咩？唔紧要。咁啊，全部。冇喎，冇得还土地。你系咪挪威啊？佢系啊，挪威。喂，我打够66%，我可以变成啊斯德哥尔摩嘅 Y， 即系我可以变成佢。你要打到先咯，你要入到，你问啊 Muscovy 攞到咪得咯 ，Muscovy 攞到 Matrix 就 OK。咁咪入去咯，搞掂嘅 OK， 可以搞掂。你霸咗佢手，你霸咗 Nova 啊，个手都挖成咗，佢咪搞掂。系咯 ，OK 啊。定你壞幣，咁佢冇 lock 嘅話，嗰塊地咧佢都幫唔到阿 Sir。係啊，咁我直接都係守到喎，變咗做，即係守到佢以後幫唔到阿 Sir。咁之後你咪係咁 fit 嗰啲地，佢啲 call 啊，佢啲 claim 係咁喂飽佢，喂到佢大一大。啊、但係如果你 vassalize 佢，可能會莫斯科可能會打你。但係冇辦法。係啊，唔緊要啊，你自己決定啦啲。我哋抑制佢啦，定。系啊，佢呢啲咁嘅变态佬，迟早会阴死我哋。咩度 improve 下先啊？好，跟住咧，我有两个奴隶啦，依家非常好。加头先咧，加 level 一 year prestige。呢头先仲有几多钱收？哇 ，what the fuck？ 哦，黐线，系啊，唔怪得收70几蚊啊！我头先攞嘅钱。哇，咩料啊？佢 cut 咗我个军事通行咯，俄罗斯，跟住我运咗啲兵喺度，咪好绝咯咩事啊佢？煮面食？搞错啊！喂，佢好似知道我啲行动咁样嘅，喂，佢无端 cut 咗军事通行。哦，恭喜你，恭喜，恭喜！
我除咗恭喜之后唔知讲咩。喂，我嘅计划唔成功啊！冇计啊，佢、欸欸欸。但系佢，我而家系可以食咗嗰个 K A R E L I A 嗰块地。吓，嗰块地系咪真系必争之地？喂，死人！边个？唔系嗰块垃圾。吓。我先使唔使要呢块地啊？唔使啊，垃圾应该呢啲唔使，呢个芬兰啫嘛，唔关事啊。Base one 嚟噶嘛，嗰块系啊，嗰两块 base 唔使，佢要中间嗰几块咯。最紧要佢系最紧要系首都嗰格 ，Northgate 嗰格一定要，其他啲就喂死啦！喂，英国你而家可唔可以入战啊？你问问你问你帮我唔系你帮我踩平我本土俾佢占领咗嗰块地，睇下够唔够数，差唔多够数。我而家53%。Incorporate main province into the cover。你问唔到踩短行，佢可以系咯，佢可以问我行噶，你可以问我行噶。吓？你可以问我 meter access 噶嘛？系咯，你问随便行我都。系喎，好似系啊。诶，同盟系呢个 meter access 好似最底啊。同盟都同盟你 improve 咗个 relationship 未啊？有咯 ，OK 咯。唔使直接问就得噶， okay, 你又唔会 say no 噶。唔系佢如果负数的话系唔得噶嘛，一定要起码正数啊。唔系同盟啊，佢哦 meter access 唔系佢一 send 咗同盟俾我，个是但啦，冇所谓 ，OK 搞掂啦。靠你啦，而家我喐唔到啊啲兵。吓、啊、我唔系你叫咗同盟冇用噶，我入唔得，我唔系开战，你叫埋我入场等先啦。你唔系可以入我？我可以入你土地，但我依家中间仲有人打紧啊！我依家我自己都有啊。咁我 call 英国入嚟。等先。你睇下先啦，我系入唔到，我要问你攞 meter access 嘅，我系等下先啦，唔紧要，等阵先啦，我等阵过嚟啊。access action。我俾你咪得咯，使鬼咁烦咩？系啊，你 offer 咯。好，明。Then。OK。哦，唔使啦，你已经换咗人啦，你。但唔係啊，上面嗰塊，唉，弊啦！我最唔想嘅事發生了。Oh no！ 冧埋添呢度，芬蘭。唔係啊，重點係上面嗰塊咧，俾佢佔咗啊！但係我而家要揾人清除佢，我係咪應該拖你入戰？而家七五年嘅咯喎。我唔得閒，我而家我仲要打緊人。等陣先，你唞唞，你等我唞唞先，我冇 manpower 而家。我好啦，咁我跪喺度。Meter access OK。我仲分分钟可能唔够打，点死火去请佣兵？系啊，你唔够打，唔系啊，好惊。系啊，唔够，喂，分钟唔够打。我趁而家拉死咗个，啊，尽量唔好蚀钱先而家。我顶你真系唔够打，点仆街？哦，知知。哎，好彩，走啦走啦，翻嚟再嚟讲。啊，你帮人行快啲啊！我谂住问你借两只兵帮手踩上面嗰嚿绿色。英国借四只兵嚟啊！等好啊，你只四只都揾到。哇，新大陆啊！见到啦。我 call 你入战，你帮我踩咗绿色。咦，系我见到咯噃，我见到边边，我见到呢个冰岛嘅边边，其他见唔到。我而家 call 你入战有半亂啊！你冇啊？佢冇叛乱嘅，佢依家佢系争争笪地俾人 siege 咗嘅。哦、但我的兵被莫斯科卡住了好戰甲莫斯科不要緊 dispense 他再三個就行了九隊而已都是好先快點他生氣我不知道為什麼要生氣我啊你我們還可以不點不點你按上就知道按上看就知道先吧哦我知道了因為 他說我打到他那個打到佢嗰个叫咩啊？我唔知我叫咩啊？唔系啊，都加四十几啊，嚟同你加四十几，加三十几啊？唔系啊，但系你睇到佢话咩？话咩对我有戒心嘅之类东西。They revoke our military access， 奇怪，你可以再问佢啊，睇下俾唔俾你啊？俾啦，应该真系。佢俾嘅话，我唔使咁愁想啊。我都想去俾。我睇下先啊。Local autonomy 唔俾咯，已经。Oh, too bad。而家等英国上去帮我踩咗嗰嚿绿色噶，我唔想再要你和平，你嗰啲白痴和平条约系唔接受。我睇下佢踩完嗰嚿地咧，可唔可以附庸？如果附庸到嘅话，就我将会系莫斯科嘅大影响啊！可以对佢啊。
起码个影响有十年，好重要，靠你啦，英国而家依一刻。唉，算啦，就咁冲埋先啦。系九队对十一队，应该打赢嘅。应该打赢嘅，今次有啲 mercenary 嚟帮手。或者系咁多叛军嘅。系啊，好劲啊！到啲叛军黐捻线嘅。七队 man 啦。而家都唔使打仗，拉晒嗰啲士气落去啱。啊！打叛军交要用钱，哦啊、用 mercenary 真系黐捻线噶。俾你拍啦。我而家开俾你 ，sorry。Stability， 等先啊，我哋要加波 tax， 冇咩死火。你我又有得加军事喎、啊。嗯。Come on， 老弟 ，Come on， 老弟，哦，搞掂。你觉得我加唔加军事、啊？你中意啦。有加，好变态喎、啊，咁。咁唔系啊，七 level 嘅加完都系。七 level， 但系你哋而家几多 level？ 都系六 level 嘅。但是加三五 level 啊！你都要系啊，要都几贵下，贵啲。你起下嗰啲军营嗰啲嘢先。我都好嘅，但系军营冇钱起啊。吓阴公，整啲将军咯，要使咗啲钱啊。系啊，使咗啲啊，都爆，我都爆我自己依家都。起一个好啊，冇咁。诶、欸，唔系喎，储住佢咯。君主咯，一定唔够开嘅。唔系我储住佢反而仲好喎，而家似我谂第二个开军国嗰啲，即系开嗰个军事主义。第一个系殖民，第二开军事咯、所以储住佢啦，唔用。系咪可以继续储落去啊？我记得。唔系你储 depot point 啫嘛，你储外交嗰啫嘛，你要开殖民地嗰啲，唔关军事事。985啊，我已经一定要。系咯，咁使埋佢咯。系开一个将军。你又好啦，储咗咁多，阴公啊，零零零，唔系啊，但系问题我唔想储咁多啊，而家嗰啲科技 technology 系完全落后，全部五啫，而家就 Torrents of Heretic， 咁特别加三 inflation， 加三 inflation，OK， 好 ，year prestige 加一，好，开咗第一个 natural idea，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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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好啦，头先好 ，anyway， 咁啊，今集去到先啦，咁下集再继续啦，多谢你收睇啊，我哋 multiplayer 都几过瘾嘅，好啦，想 join 嘅记得就 join 啦，好啦，下集见啦，拜拜。